一般书上、网上配图，时空弯曲就是空间向下凹陷，于是画面上就是一条一条向下的曲线，形成一个曲面，类似打底。想想一个大球放在被单上，把被单中间压的凹陷下去就是了。但是我要说，这其实是一种误导。真正的时空弯曲应该是空间密度变大，时间延长，空间维度向看不见的时间维度转化，过渡的阶段。时空弯曲到了极点就形成黑洞，中心的极点，空间转化成零维的点，时间永恒延长。可以这样想象，一块原本织的均匀的海绵代表平滑时空，在中间硬塞进去一个球，不要管是怎么焊进去的，要求是不破坏周围海绵体。这时越是靠近中间球体的部分，海绵就越紧密，越是远离中间的地方，海绵越松弛，中间的球就相当于星球。黑洞看大小，大小相当于质量，周边的海绵就是空间结构的形象。大家看，空间被挤压越来越致密。另一方面，相对论告诉我们，在强大的引力场中，时间会变慢。还是想象上面那幅图景，假如有一只蚂蚁具有特殊的本领，能在海绵中爬行，在松弛的海绵中以正常速度前行，但是越接近球体，越来越紧密的海绵使得它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，蚂蚁本身的长度也逐渐变短，因而穿过同一段距离的时间延长了，就它自己看来是没有变化的。这就是空间向时间转化过渡。因此在谈到时空弯曲，请想象在海绵中影塞进球体的图景，并请记住时空弯曲是空间压缩，时间延长。个人浅见，欢迎朋友们批评指正，如对我的言论感兴趣，请加我的武汉小周公，每天分享有思想有内涵的文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